今天我们来苏澳冷泉公园的泡脚池这里玩水啊，这里是免费的。阿妈，你回家再换裤子可以吗？怎么？回家再换裤子。哦，回家再换裤子哦。我不要了。撑雨伞泡冷泉。看来是对，肯定是错。这里就是探勘井，这里有很多藻类植物啊，因为它是属于有含铁质很高了，所以在日光的照射之下会形成一些漂浮物啊。这就是很有名的红黄泉啊。苏澳冷泉公园占地非常的大，它拥有冷泉的泡脚池，还有儿童的游乐设施，小孩子来这里可以兼玩游乐器材及泡脚，真是一举数得的好地方。这里也是算是一个苏澳人的秘境吧，在这树荫苍翠的底下走起来是蛮凉爽的。好，开始。大力一点啊！我来帮他扶，肯定是给他扶。要用这样哎。我们放高。开始。烫烫
哦。这个有蓝跳。好不好玩？好